好球，现场球迷朋友们倒数请开始，3、2、1，起投出。好球，都能够把球丢到在本垒板后面的捕手的手套里面啊，应该算是大成功。没错，而且看起来布鲁斯的准度还蛮好的，对，幅度很大，但是其实几乎就落到了捕手手套摆的位置。